别让固执挡住走向光明的道路。散户在股市中有很多固执的坏习惯，阻碍了自己迎向成功的道路。一、方向错误却不愿意改变；二、买错了却不愿意停损，最终造成更大损失；三、跟错了人却能执迷不悟；四、没有学习正确的投资方法而失去赚钱的机会。若能放下这些坏习惯，和赢家学习更有效的投资策略，或许就能够开启通向光明的道路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，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